说吧，谁先交代啊？我纯路过。哦，路过。嗯。路过的话，那桌子上的书是谁的？这沙发上的被子、枕头都是谁的？看他也没有用。还有你，你干嘛呢？你以为自己拍电影呢？拍后窗啊？后窗是什么？没看过呀。 后窗养的是一个记者，每天监视他自己的邻居。真是该，我们刚才没打死你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怎么还交流起来了呢？你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我只是借住。借住，借住几天？老实交代。3天。1周。 好吧，我住1个多月了。自动大陆机啊！住了1个月了，你帮着蒋毅瞒了我1个多月，我现在宣布，我们两个人有劲了。哎呀，你也别怪他了，他本来想跟你说的，但都被我拦下来了，所以这事要怪你就怪我吧。我当然要怪你了，你万一跑掉嘛？你现在倒是高风亮节，大义凛然起来了，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？ 我告诉你了呀，要不然你现在还在非洲转悠呢。非洲什么非洲？啊，住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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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着交流。总之，你们两个的罪行已经被我揭露了，说吧，打算怎么办？那我走，把这儿让给你们俩。我打死你！过来，哎，跑哪去？ 小眼镜，你起来！徐，你头疼的我，我帮你忘掉我是吧？环子。 熬夜赶稿子了？是啊，熬了个大夜。丁野的稿子你不写完了吗？不是丁野的，我是写我自己的。你自己？嗯。这个选题我想了十几年了，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写了。十几年，新视角才刚开3年。 干嘛？回去。